十才定了心，将阿金嫂真是不虚云长，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，我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也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。参谋长徐阳明无夸奖，舍己救人不敢当，开茶馆怕新王将晦气第一桩，司令常来又常往，我有心被他打出好成良，也是司令夫妇无关法门与难有成相。啊，秦嫂啊，真不愧是开茶馆的，说起话来真是滴水不漏啊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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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谢谢谢谢。